欢迎使用本厂产品，请详细观看本视频，便于机器的使用、保养和维修。首先，打开漏电保护器，旋转机停按钮，主机通电，将上下模具温控调节器调至200度左右，指示灯亮。后将时间控制器设定为30秒左右。此时将揉好的面团逐个放进锥筒内，面团的质量为50克。按下降按钮，这时上模具向下移动，合模，到达设定时间后自动上升，完成一模生产。再次制作只需将面团放进锥筒内，按下降按钮即可，如此循环。生产完成后，点动停止按钮，向下拨动漏电保护器，机器关闭。待上下模具温度下降至室温，用干净的棉布将其擦拭个洁净，以备下次使用。切勿用硬物刮擦模具，以防损伤模具。常见的故障为上模具不能上下移动，一般为继电器接触不良或已损坏。对应的方法是重新插拔一次继电器或更换新的继电器。